金碧行政大一个武汉肺炎对境外涉到来的确诊个案，一个五十六岁男性，伊伫2月底时节去到菲律宾工作，他后出现奥密度同肺炎的原太太情形。伊伫办个措施从培养基转来台湾的时节，全场都有带最美韩国做防护站同父母讲，已经有主动通报，证明伊金碧确诊。疫情指挥中心金碧宣布，考虑到国内防疫同国防疫情过后，对安布亚生命点起司快封两到六岁中国式品牛之五生产一斤，韩国早地地加到亚外皮蛋行一斤，另外批合实行伊的居家检疫。越南亚一部的本土疫情东洋冲，部分地区已经发生天然成的感染。考虑到越南疫情对金碧起司老短期送温饮食，日经生产缩短居家检疫的规定。对大感染风险国家调整做重大感染风险国家。认真台湾亚裔部位对境外西罗来的确诊个案，单单系对菲律宾来的。国际指挥中心宣布，对菲律宾入境的人停在全面采检，韩国外接种检疫十四日，近边系实施的条约，调一台来台湾的病机抢什么利好？已完成采检过后，就坐防疫机检查，去到检疫所。俄罗斯政府第四笔建议宣布，全世界提供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在采取完善登记。总统普京还讲，亚美也没有参加人体试验。不过，国际专家对疫苗的安全性含黑同质疑。